今天，嗨美，嗨美，1月19号，是，嗨美，今天我们过是我的生日吗？啊，就是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很久来到中南京，还有中国，所以真的不好意思。 从今天，以后，一直来，中国，爱国，中国，为国，为国，也要为国，为国，别担心，别担心，那你们也跟我们一起玩得开心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。会不会？会。想不想？想。啊，好。那么突然，忘了吗？用一个句子。 南京朋友们，南京，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。是不是有一点痛？谢谢大家。今天很开心，然后来到南京，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跟大家说，然后这次是FanMeet M同伴。 然后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我跟 Harry， 因为我们3年之内真的来了很少回国跟大家碰面，然后每次 Super Show 跟大家碰面的时候。